自1984年创刊后，贝拉农农透过文字与影像，一路见证了社会、文化、时尚的更迭起伏与转变。2017年9月第400期进行了创刊以来最大程度的转型，为贝拉农农开启新的篇章。2023年，贝拉农农迎接创立40周年，于台北华山文创园区展出40周年摄影展，从台北、东京、上海到纽约，多位杰出摄影师展出超过200幅精彩影像。除了常见的摄影棚拍摄，贝拉农农足迹更遍布于台湾各个角落，甚至远赴东京、上海、纽约等国际大都市取景，与多位不同时代的杰出摄影师合作，呈现出来的样貌往往让人印象深刻。除了拍摄取景总是别出心裁，贝拉农农也致力于透过镜头大量挖掘不为人知的明星样貌。资深演员陈美凤、柯淑琴、金马影后桂纶镁、马思纯等，全都在镜头的巧思与自身魅力激化下，成为一张张值得珍藏的影像。贝拉农农40周年摄影展将回顾历年来最重要、最有特色的拍摄作品，透过文字、影像表达出做自己最时尚。记者吴建新，台北报道。